大家好，我小钢炮。奶奶说做一个立夏菜，我都还没吃过呢。我们去看一下那个立夏菜是怎样做的。看奶奶准备了什么？这里有豌豆、蚕豆、豆腐，还有这个小竹笋、莴笋、炊肉，还有蒜苔。先把豌豆煮一下。蚕豆也煮一下。这个的年轻人还摸摸了，那包得起吗？掉了，全部掉了，你看。给我吃你。就这样吃。大可大。下面包的，包包饭了。也是一个。这么大一坨啊！我嘴巴大，还真是啊！好吃。必须要嘴巴大呀，嘴巴小就吃不了。好了，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哎呀。